Done.如果还没订阅，记得赶快订阅了。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点赞。如果不喜欢呢，就不要给我差评了，下面留言。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，大家可以跟我分享，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，可以找汤大叔来买吉普，支持一下业务啊。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，还是，好吧，好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白石木丸汤大叔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